王俊凯的师弟丁程鑫，肖战的师弟周震南，王一博的师弟就厉害了。肖战在《陈情令》之前就因为长相精致而被很多粉丝喜欢，更是因为电视剧《陈情令》的播出，有一次吸引了很多观众朋友的视线。作为男团成员的肖战，不仅演技精湛，而且唱歌跳舞也样样在行。肖战的师弟就是出自《明日之子》的周震南，他是一个唱跳俱佳的全能歌手，在舞台上气场十足，在舞台下却是个十足的逗比。在演唱实力上，作为唱跳俱佳的代表，周震南与马伯骞不相上下。实力不行的他，肯吃苦，肯努力，能正确面对批评。小编相信他一定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成功。大家都知道王一博是乐华娱乐的，这个公司也有很多偶像，比如说他的师弟黄明昊。你最喜欢那位少年呢？